还记得那个被新生环绕的灿烂夏天吗？第二季新生有范儿，更加有范儿，十六名优质童声来到这里，在新的一季，他们将获得更华丽的音乐配置。中国优秀音乐制作人，从美国 MI 音乐学院归来的王嘉伦老师出任音乐总监。我还在对这个 program 进行最后的调整，争取为每一个孩子的声音找到最适合的编曲，好曲新生相得益彰。更魔鬼的训练，浙江音乐学院全程助攻新生练习。更激动的赛制，只有一位导师将为自己的班级赢得终极荣誉。不 PK 不淘汰，挑战自我就是现在，你准备好了吗？第二季新生有范儿，有范儿来袭。我是新生，就该有范儿。各位好，欢迎收看《新生有范儿》第二季。没错，我是班长赵石。当然了，我们的《新生有范儿》第二季能够顺利播出，完全得益于我们三位金牌赞助商。本节目由中国儿童鞋服行业领先品牌 ABC Kids 童装童鞋独家冠名播出。ABC Kids 因为爱，衷心感谢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万达宝贝王赞助播出。万达宝贝王，一个不断激发孩子梦想的欢乐世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奖互动，赢取丰厚的奖品。本节目互动奖品由 ABC Kids 童装童鞋和万达宝贝王提供。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顺利的将16位的优秀学员成功的毕业了。在今年，我们即将迎来16位全新的学员，而我也将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陪伴着他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当然了，各位是不是对我们《新生有范儿》第二季的师资配备感到很好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一下他们。出道15年，拥有13张专辑，歌声温暖的新加坡天后蔡淳佳。歌声温柔不代表内心没有力量，我已经整装待发，带着孩子们找到最好的自己。王涛，著名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教师。我是一名父亲，所以我会用心对待每一位孩子的音乐梦想。我更是一名教师，所以不要怪我太严格，我只是想把美好放大到极限。阿来，90后音乐唱作人，华语金曲奖优秀唱作歌手。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我累积了更多的经验和想法，今年再次来到新生有范儿的舞台，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最好的东西全部带来给你。南拳妈妈组合成员燕音小生曹景豪。从中学起就开始在舞台上演出，不懂得坚持音乐梦想的感觉，真的乔爸会让你知道小鲜肉也是一道硬菜。我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四位金牌导师。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优秀音乐制作人，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王嘉伦老师，担任本次新生有范儿第二季的音乐总监，谢谢。好了，马上请出第一位学员。我是徐艺菲，今年12岁。大家好，快点东西，昨晚上你做梦都在唱歌，你知道吗？真的吗？耶、yeah!不要再拍了好吧。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等哪天你梦里都在唱歌了，你就会唱歌了。可是来到新生有范儿，我发现自己会的还是不够。也许我现在还不会律动，英文单词也会的不多，但我是徐艺菲，我是做梦都在唱歌的女孩啊。为了我的梦，我要 try everything。
兰老师异常激动，对不对？对对对，我完全听傻了，因为太好听了。对，如果他流落到别的导师的队伍，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季都不想录啊？录还是得录的，但是会有点伤心了。一菲，你想要唱得更好吗？当然啊。你在律动方面，然后还有一些转音，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在一些就是该放出来的一些高音的一些比较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呢，还会比较略显不足。如果你想要唱歌更有能打动人心的话，推荐你来我的队，可以学到东西。12岁这个年纪开始，其实你不光要学习唱歌，你还要学习很多东西。我觉得你可以学一门乐器，诶，我可以教你，对不对？我只会弹一点钢琴。啊，对啊，我可以把叫你把钢琴变成流行钢琴啊，对不对？其实弹吉他比较好，因为吉他可以随身携带，而且钢琴太大一台，没有啊。Cable 也可以随身携带，可是需要插电啊。那你觉得哪一个导师对你的肢体语言最有帮助？我觉得是阿莱老师。阿莱老师，他一般不动的在舞台上。对，我开始上舞台的时候，两个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对，到现在还不太知道往哪放，所以。可能在动作上面我教不了你太多东西，但是我可以找人教你啊。对，哈哈哈。啊，帮手都来。可爱的许逸飞演唱的 Try Everything 带动起了全场的气氛，唱出了勇往直前、敢于超越的自己，得到了导师们的一致好评，给本季新生有范儿开了个好头。那么接下来亮相的会是谁呢？相信他的出场一定让你眼前一亮。我的偶像是孟非老师，因为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孟非老师主持节目，于是我就走上主持这条道路。欢迎来到 ABC 新生有范儿 ，ABC 因为爱，我是主持人李丽佳，这些都是我的忠实观众。瞧，这是我的头号粉丝，我的妹妹佳宝。在主持道路上，我遇到了音乐。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世界都是我的。我就是为舞台而生，我就是主持里面最会唱歌，唱歌里面最会主持，学霸里面最会唱歌和主持的李丽佳。耶、yeah ！叫
谢谢。小朋友哇，特别会煽动气氛，舞台表现力超棒。觉得其实你唱歌的状态是很好的，他的音色也特别棒，你要慢慢的学会收放自如，你对于舞台的热爱我们都是可以感觉到的。对，特别棒特别棒。我跟阿来老师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然后我还有提个建议，就是说这首歌当中有转调，对不对？转调转过去就要稳稳的站在那边，你有时候会因为你的用力过猛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至于给你提这些缺点，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你如果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你真的就是最棒，你在舞台上你是个王者，你知道吗？谢谢王涛。哇，评价也很高。但是我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可以想说，哎，我第一次第一段主歌我要怎么样的力量，第二次要多大量，就慢慢的最后一次再全部放出来，到时候大家才会被你给震撼。嗯，而且刚刚很多老师提到他的台风出众，这是因为他的才艺真的很多，据说会的很多，给大家罗列一下，什么唱歌、街舞、相声、小品、快板，还有主持，你来抢饭碗呢、啊？啊。能不能给我们在舞台上稍微的展示一下呢？没问题。OK， 来。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ABC Kids 独家冠名播出的《新生有范儿》第二季的直播现场。我还是那个老帅老帅的班长李李佳。既然是第二季，那么我们的阵容又有了非常大的升级。下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季的导师阵容。他们是温暖而有气场的阿来老师，漂亮又具有魅力的蔡淳佳老师，有才华幽默感的王涛老师，帅气酷炫潮流的曹景豪老师。哎，那请您继续锁定《新生有范儿》第二季，让我们一起尽情期待。帅气机智，演唱和主持功力满分，这个阳光的大男孩李丽佳全身上下都是满满的活力，他所散发出的魅力无人可挡。下一个出场的就是个性十足的女孩阮静怡。你们还记得我吗？我是潘凯尔，你们有没有想我了呀？不不不，你们搞错了，这次不是我来参加节目，我要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超酷的阮静怡。大家好，我叫阮静怡，我感觉我和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这是我的衣柜，我不喜欢粉粉嫩嫩的公主裙，我喜欢这些酷酷的衣服。但是我也有女孩子的一面，我喜欢自拍，不仅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拉弟弟一起拍。对了，弟弟还喜欢看我跳舞。每次我去舞房练舞，弟弟总在旁边看着。而听歌的时候，我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是阮静怡，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新生有范儿，请聆听我心愿。
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小朋友呈现出来的舞台表演。对啊，他其实应该就来我的队啊，因为我就是唱摇滚乐的。我觉得你的那些气势啊都有做出来，可是有一些细节，因为放你可以很放，但收的时候一来不及收不回来的话，就会有点出问题。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想要学到更多的东西，来我这一堆。今天为什么会挑选这首歌？这首歌很难的，因为我挺喜欢这种很动感的音乐，然后也是希望就是世界上能少一些战争。我喜欢他的专注，喜欢他的认真，我觉得当然不可以放过，当然不可以放过。是，还有我发现台州是不是一个出歌手很多的地方啊？去年有两个孩子就是台州的，唱得很好，印象很深刻。潘凯尔，潘凯尔是我朋友，他跟我关系很好。对，他去年是我的队的，对，你可以问一下他在我队里待有多开心。耶我觉得你哪儿都不用去啊，别的地方都不适合你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吸纳更多的风格，我可以给你那么多风格哦。你来，阿来先不要说话啊、哦。对，我能给你的东西我有很多，我会很多。然后呢，这个节目录完就三个月，录完以后他们都走了，我还在，对不对？我还在这边，又是这招。对，然后又是这招，我没有用过这招，没有用过这招，我还在，对对不对？你以后要读音乐学院吗？想，对不对？那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大门朝你敞开，对不对？啊，别的地方不用再考虑了，我跟你讲，真的。太老套了。你的后半辈子的人生，王德老师都帮你规划好了啊！不要跟我抢。我清楚的记得，去年王子君就是这么被忽悠过去的。接下来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展示的更多，好不好？大家好好来认识一下，跳一下小段舞，好不好？腔有力的歌声让导师们对阮静怡赞许有加，而她洒脱劲爆的舞姿更是让人大呼过瘾。对音乐的执着追求让她的眼神坚定自信，我们期待她在新生有范的舞台大放异彩。本节目由中国儿童鞋服行业领先品牌 ABC Kids 童装童鞋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本节目由不断激发孩子梦想的欢乐世界的万达宝贝王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儿童鞋服行业领先品牌 ABC Kids 童装童鞋独家冠名播出。 ABC Kids 因为爱，衷心感谢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万达宝贝王赞助播出。万达宝贝王，一个不断激发孩子梦想的欢乐世界。下面出场的嘻哈男孩傅红景看起来又酷又帅，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我是傅红锦，来自浙江杭州。我喜欢看书，只要给我一本书，我就能安静地带上一整天。但是千万不要让我听到音乐，因为这会让你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从小的时候，傅红锦呢，音乐上一面的这个天赋还是有的。他自己从小呢，对传统的儿歌呢，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可能跟他从小学习街舞啊，还有学习英文，这个文化给他带来的一种方向的一个暗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大概就是大人们所说的“静如处子，动而脱兔”了吧？你们觉得呢？
傅红锦又见面了。蔡淳佳老师刚刚听的好像已经越听越进入状态，是不是感觉很享受？对，我觉得就是蛮惊讶的，他就是英文歌唱得非常好，还特别有味道，而且声音很洪亮，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加入我的团队啊，因为 I speak English, you know? 其实我也会说英文啊I can speak English too. 就好像在说英文比赛了，对不对？他们抢不过我的。为什么？你这个又要给他因为人生规划。没有，因为我们是兄弟啊，然后风景对吧？好朋友啊。年纪差很多是兄弟吗？其实差不多了，90后跟00后差不多的，对对对，对是，其实不用抢了，这个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南拳妈妈近期在制作下一张专辑，这次的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就想说要找我团队里面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唱歌，所以我觉得来我们队。谢谢曹老师。你觉得专辑重要还是人生规划重要一点？人生有很多条路，但专辑可能只有一次。对，这值得好好考虑，因为每一个导师都对我来说都有很强的诱惑力。哎呦，比如说阿兰老师帅，就没有一点关于音乐的部分了，是不是？那王涛老师呢？音乐的道路上还需要他。哦，音乐的高度还是需要王涛老师。对，厉害厉害，大家都只听到他的英文歌，对不对？他其实 rap 同样厉害啊，要不要即兴来一段？我就来一段周杰伦的《龙拳》好了。一顿化为远行，这都被动，这民族的海岸线上一只狗，那长城像5000年来带色的梦，我用手臂来开着这个土地的种。迷人的声线是傅红锦最宝贵的财富，标准的英文发音让每个人都忍不住为他点赞，他站在舞台上是那么自信和享受，在音乐的世界里他找到了快乐。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异动异静的纯真女生林子音。我是林子音，来自山东曲阜，就有道而正焉。哎，你们不准笑不准笑不准笑，这是我爸爸妈妈。哼，如果哥哥就不会笑我。这是我哥哥，我和哥哥的关系特别好，但是他现在在加拿大读书，要很久才能见到，我很想念他。妈妈说，如果我努力学习唱歌的话，就让我去加拿大学音乐。来来来，又忘词了。哥哥，你一定要等我。下雨
你好，你好，你好，一开嗓子就惊艳到我了。曹景浩老师一直在笑，南拳妈妈现在要招第二十个成员了吗？我觉得小朋友在那个后中间有一些那个一些转音，对，我觉得那个转音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不过我真的觉得你有勇气去做，我就觉得非常佩服。谢谢老师。好，王涛老师，我只是想说这首歌对于你不是你能力范围内去做的一首歌，你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去唱到一些高音部分，如果你来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会给你挑到比这个歌更适合你、更做得更好、更对你有帮助的作品。哦，你问问你旁边那个赵氏哥哥，他参加比赛的时候的歌都是我给他挑的，然后他就拿了第一名，知道吗？对不对？谢谢前辈的肯定。哎，你那还缺人吗？不缺，不缺。唱这首歌累，还要挑这首歌的原因，是不是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因为这首歌能表达对远方亲人的一种思念，因为哥哥高中的时候到加拿大去留学了。哦。你最喜欢哪位老师？四个老师我都喜欢。所以你唱歌需要跟谁来学习呢？阿来老师。阿来老师，我也很喜欢你，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开心的玩音乐。对，一首想你的365天唱出了子音对亲人的思念，手足情深，血脉相连，纯净的歌声中那些细腻的情感往往直击人心，你被他清澈的声音打动吗？本节目由中国儿童鞋服行业领先品牌 ABC Kids 童装童鞋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冰果提醒您，接下来请收看。我叫朱君瑶，自从3岁第一次登台，舞台就成了我的梦想。为了舞台上最闪亮的演出，我告诉自己必须比别的小朋友付出更多，因为我要把每个动作做到完美，所以我要每天不断地学习新的技能，所以我缺少了许多玩耍的时间，但我不觉得孤单。只要想到自己每天在实现梦想，我就很开心了。为了舞台，为了梦想，我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小想起了妈妈，让她的笑想起了妈妈。朱君瑶来自河南，我们这一次的舞台上年纪最小的，来告诉大家你几岁。大家好，我叫朱君瑶，今年6岁了，我已经学前班毕业了。学前班毕业的小朋友现在就出道了，我们现在、我是3岁4个月登台啊，那我说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好可爱小朋友，但我觉得其实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听，我觉得有一种真诚在里面，不会很花俏，但是那一份真诚就是可以感动到人，我觉得他有那一份真诚。谢谢。太好听了，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高音的地方很亮，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个子小小的女孩子，然后她的声响可以发挥到这么大声，很惊人。就是我特别希望可以在以后的她的表演里面听到更多的他说话的那种自然的声音，但是你才6岁，你完全来得及把自己真正的那个声音和状态拿出来。对，他其实身上还有很多的才艺呢，对不对？对。会跳舞吗？会。你能不能给我们跳一小段？跳一小段来试试看。Big Bang， 棒棒棒。哎呦，哎呦，哎呦。哇哦！可爱的朱君瑶用她稚嫩的歌声唱出了全天下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和感恩，也唱出了她内心对妈妈最真的爱。他让我们懂得，没有什么比母爱更温暖动人，也没有什么比大声歌唱更幸福快乐。接下来是个子高高的阳光少年刘元浩。我是刘元浩 ，Born in 2002。爸妈年近40，我方才诞生。哎，这个小伙子长得不错嘛。有我年轻时候的风采，好啊，好。这使我有了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稳重。随着我逐渐长大，我发现了隐藏在我基因里的另一面。雪花飘飘，我身上究竟还有多少未被发掘的潜力，谁都不知道。我就是这样的双面刘元浩，一只待开发的潜力股，你等着瞧吧。
哇哦，王涛老师，这是什么表情？是什么意思？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唱的特别的棒。我是想说的，就是他这首歌选的不太好，因为我不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谁的歌？是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听到了很多歌的影子在里面。一切又从头。对对。所以这次专门挑来了一首自己的歌，是不是？原本的意思是想给老师呈现一下自己的歌曲的曲风，还是？自己歌曲曲风就是充满了正能量，然后自己想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哇，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带着这首歌呢，是来有目的、有意义的。你有学过唱歌吗？有。学了多久？学了7年。我有一个老师啊，刘和刚老师。哇，刘和刚老师收学生吗？只有我一个。你跟刘和刚老师是要学民歌吗？对。展现一两句好不好？唱一首《鸿雁》。好，有请。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铁汉柔情，还有非常细腻的部分啊、哦！你喜欢阿来老师吗？很喜欢，很喜欢。阿来老师唱歌很带劲、感情很充足，评价的非常重，有他独特的风格。谢谢后辈的肯定啊！谢谢谢谢。蔡淳佳老师呢？蔡老师唱歌就是非常柔美。把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笔漏无疑的表达了出来。哇，还好他那个评价给我很好，因为接下来评价给他也不会太差。但我真的很想问你，你自己本身最想做怎样的一个歌手？我想做一个民族歌手啊。那我觉得是对的、哦、因为他的声音、我觉得他刚才唱民族歌曲的时候就非常的感人。如果是要唱那个摇滚歌曲的话呢，胸腔一定要练。对对，我觉得因为你还那么年轻，绝对做得到。刘元昊用他清亮高亢的声音唱出了他心中少年英雄的形象，而这个憨厚可爱的大男孩也在用他的行动践行着少年英雄的职责。这样有担当有才华的刘元昊是不是也让你记忆深刻？本节目由中国儿童鞋服行业领先品牌 ABC Kids 童装童鞋独家冠名播出。冰果提醒您，接下来请收看。接下来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生，她在哪呢？我是个女孩。我是长头发，我有齐刘海，我扎着双马尾。你笨呐，我在这儿呢。你好呀，我叫王月瑶，今年8岁啦。妈妈说我像个小大人，我倒觉得她才像是个小朋友。我喜欢唱歌和跳舞，你想看吗？那就跟我到现在有伴来吧。
看到她表演啊，就好像仿佛看到了未来的一个可爱的女神，对不对啊？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可爱的小不点，声音一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感染力。 特别的讨喜。我觉得你要不要来我的队啊？哦，还要考虑一下。还真是啊，她是一个很会选择自己风格的孩子，她选择的东西也做到了她想要的效果，让我们都很开心，我觉得很成功。对，特别好，谢谢。就是驾驭这类歌曲的能力，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小孩当中，这是我见过最好的。边唱边跳的同时，他的气息很难控制，再加上很规范的音准节奏，特别的棒。在他这个年纪，我觉得是我见过最好的。哇，评价这么高。那么你本来心里面要选谁的？本来我一开始是要选王涛的，然后因为看了曹景豪的照片，以后我就要选那个了。为什么呀？因为曹景豪老师很帅，是个小鲜肉，我喜欢小鲜肉。在台上又唱又跳的小可爱王月瑶，用这首同样可爱活泼的 LOVE 将她最好的一面完完全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她的笑容活力四射，就像歌里的奥利奥一样香甜，听她的歌能让人不自觉地快乐起来。本节目由中国儿童鞋服行业领先品牌 ABC Kids 童装童鞋独家冠名播出。 ABC Kids 因为爱，登录 QQ 音乐即可收听新生有范儿学员歌曲，你还可以登录 QQ 视频、爱奇艺观看本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奖互动，赢取丰厚的奖品。本节目互动奖品由 ABC Kids 童装童鞋和万达宝贝王提供。好了，各位观众，我们本季的16位学员呢，还有8位没有上场，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他们将为各位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的精彩，一起聆听有范儿的声音，下一期不见不散。